老王杯桑杰队训练赛，不是顺风被翻盘，就是破三高被翻盘。教练九哲看来直骂五个人和猪一样，拿到优势打团打的屎一样。九哲说，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罚款。领先经济3000被翻盘罚款100，破三高被翻盘罚500，交上来的罚款打比赛的时候发给 MVP。 为什么一抱起团来就他妈跟五头猪一样，我受不了了。这样吧，那个如果明天再出现领先3000经济被翻盘的，每人罚款100，交到助教这里，好吧。如果领先那个三路高地被翻的，每人罚款500，交到助教这里。这个钱怎么用？到时候打比赛了，奖励给 MVP， 赢了 MVP 奖励现金。我没问题，我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，我都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都可以吗？都可以啊 ，OK。等一下，声音委员没太听清楚，一个一个来，金木可以吗？我无所谓。橘神呢 ？OK。九神呢？可以可以。素媛呢？老师，我有问题，老师。我有个合同纠纷，我经济压力比较大，我跟 B 站那边有合同纠纷。那你就深蹲吧，那你深蹲或者俯卧撑，好吧？也行，没到时候 MVP 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把红包都发出来，我不拿这个钱。行，那你到时候就深蹲，好吧？那如果破三路高进领先10000被翻这种情况呢？那就别打了，赶紧解散算了。他打个毛啊打！某牙老王杯如期进行，训练赛更是看点十足。大家觉得会是哪四支队伍晋级挑战者杯？